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份贩卖类的工厂里边的工作，是正社员，工资水平在25万每个月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请到公司面试。面试的时间是12月1号，面试的地址是东京都神田站附近，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，每天都有面试，请12点之前到公司。